It's been a week since Zhang Hong, the first blind Asian mountaineer, climbed to the top of Mount Qomolangma, the highest mountain on Earth. He is also the third blind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ve succeeded in this great attempt after American Eric Weichenmayer in 2001 and Austrian Andy Holzer in 2017. After his descent, the 46-year-old man shared his unusual journey with CGTN's Culture Express.当他再一次告诉我说，张宏又上面的，你登顶了。我没有像我以前无数次想象那样登顶以后的兴奋激动，他让我坐在一个雪台阶上拍登顶照，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确定我已经登顶了。在我没来珠峰之前，我认为我的体能还是非常OK的，可是到珠峰以后， 发现实际应用和我之前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在珠峰的攀登过程当中，它所消耗的体能比我之前的想象的要更大。那么心理上，其实我也之前无数次的模拟过，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当到实际攀登过程当中，确实心里有很多次出现动摇、恐惧，甚至 也有放弃的念头。这次珠峰攀登过程啊，有很多困难。它除了本身攀登珠峰的难度之外，像我们遇到的恶劣的气候、路线和往年的差别、新冠疫情的影响，比如说昆布冰川，它的路线 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1/3，而且每一段的那个冰川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风险就严重提高。那对于看不见来说，难度就会增加数倍。再就是气候的变化，今年的大风一直持续，本来作为盲人来说，行走就非常缓慢，速度比常人要慢很多。如果遇到大风天气的话，可能速度就会 更加的放慢，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增加我攀登的难度。在登顶的最后一段，因为我的行进速度非常慢，这样的话它所消耗的氧气可能就比预想的要多一些。因为这样呢，我的向导包括中方的团队，他们最后放弃了自己登顶，把所有的氧气最后 能够给到我个人的保证，说最后一段是我和3个7/28一起上去的，再有风非常大，我们的交流异常困难。其实最后一段是我是在恐惧中，在害怕又期待，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在往上攀登，因为我真的不确定我的下一步会面临什么。到了最后， 他过来跟我拥抱，他说："张宏，有3米。"其实我那个时候并不相信，因为我看不见周围的环境，风非常大，差不多有可能65公里左右的这个风速。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说那天太阳非常大，但是我感觉不到温暖，我以为一直是阴天，一直是有风，心里面只有恐惧，只有焦虑。那当时我的感受是， 我要尽快下撤，那个头顶的风声可以说令人毛骨悚然，让我感到内心的恐惧，因为我也知道，可能下撤的难度远远比登顶的难度要更大，所以我们在上面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可能就3-5分钟的时间，确实也犹如我想象一样，我们下来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攀登的时间会更长，这就让我一直悟到，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你以为到了顶峰，其实才刚刚开始。